今天我要介绍的 game 就是这个 Sky Invasion。只要你是 U Mobile 的用户，八月一号之前破那个 record 就可以赢奖品哦。哇，这不错哦。可是会难玩吗？难不难玩很难讲啦。可是这比赛耶，它的总价值奖品啊有100,000呢。然后它的奖品耶有 Kia 的车啦，然后有 smartphone 啦，还有送摩托耶。而且哦，现在啊，很多人还没懂这比赛耶，然后赢这两车不是很难哦。OK 啦，叫我先试了一次先。哎，不错哎，看起来。可以选飞机，这样多凉啊。你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选那个135名那个。哪一个？这个。Eagle One，这个。什么？因为红色比较美。红色比较美，我觉得。你都不会用那些 bomb 还有那个 shield。当然是要命长吗？多35哦。差这么多哎！你看你35可以吃什么？OK， 叫我选这个一个万。然后现在开始慢慢。按住，它这边快啊。是很慢哎。按住啊。OK， 然后左右动。啊，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上它了，可是。已经过了，太迟了，你讲到，你前分了哎，我新手哎。你这样玩的话，车一定是我了。你猜第二关就已经扣超过一半命了。OK， 你可以动掉。怎么动 ？OK。爆了。OK， 现在你的 record 是1545啊，你看我怎样破你。所以你是用什么飞机？对，我觉得我也是。你刚才讲的是比基尼用，然后你也是练回这里。觉得看这种情况你应该是在家练十二个小时啊，才够。偷袭宝宝。哇！哇！就给你这样好那么多，就一开始就拿这么多，几点？很烦嘞、欸！哎，不要停的。不行哎，不行！我老了，几米是吗？我老了，不要接的，我烦你啊！他是这么一直打给你，我老了，他是要这么多了是吗？没事哦，是哦。简单哦。你最多可以过这关。难哦，走。一次的机会，不要死！干球！忘了提醒大家，所有 Sky Invasion 的玩家第一次领取 FB account 的时候会得到20个 gem 哦，每天登录有2个 gem。啊？怎么？不早讲了嘞，这样我也可以玩多几关吗？这个分数出来过后 ，U Mobile 的用户就可以直接卸出去，就可以参加这个比赛了喽。然后就有机会赢到那辆车哦。Let's challenge。听说 Sky Invasion 的公司哦，在8月2号会有新的 game 推出哦，而且好像还不错玩呢。